哟。啊，我觉得韩国非常的漂亮啊，而且很干净，这里的天气特别的蓝，我希望能够在这里玩得很高兴一些，而且韩国的人民都是非常的 nice， 然后对我们非常好，特别是来这里的导游啊，还有一些韩国的就是碰到的一些人，我觉得就是说跟大家相处非常的和谐。